雪山下一只小狗，它在啃牛粪。摩卡，给你狗粮，你还吃不饱？狗粮都没吃完，你为什么要啃牛粪？哦，骨头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是巧克力拉萨返南充的第三天。昨天晚上停这里可真美，一边雪。一边没洗，好吧，这会呢准备继续出发向南充奔，今天准备到丁青279公里，路过八清县，我都忘了之前骑摩托车在八清住的哪了。前方12公里，冰雪路段，谨慎驾驶。安乌拉山口，5089。我只想停下来飞个无人机，然后看一下满天这个雪花，这是被风吹起来的。算了吧，走吧。刚刚明明好好的天，一下子说下大雪就下大雪了，这会前方已经啥也看不见了，好大的雪，这个天气绝了。那前方呢，已经完全看不见路了，能见度特别特别低，这会雪下得很大，妖风刮的，一瞬间的事情，大雪就来了，能见度现在超级低的，前方有车感觉都快看不见了。拍摄的前一秒呢，都还能完全看到对面的雪山，我就拿个无人机的时间，瞬间就下起大雪，完了过后，路面现在能见度实在太低了，真好能见到这么大的大雪，感觉我现在就像穿行在仙境里一样，仙气飘飘，雪花飞飞，初见雪山如此美好，看多了过后眼睛疲劳。134公里，2个半小时，接近天黑才能到。这是头狼，一头狼在爬山，哇，好肥的一头狼啊，满足了我没看到狼的要求，好肥。天黑了，这也是最后一个垭口了，还有24公里，一直飘着小雪花。哇，现在到丁青县城了，但是这边上下路都有限高，限高杆，这个雪下的还挺大的，走不过了。今天呢是到丁青了，然后一整天几个垭口基本上就全部都在下雪，就在雪里飘了一天，然后车上的水呢，因为水那个温度太低了，水箱全部被冻上了，好几天没冲凉了，所以住个店冲一下凉，洗个头，脏死了。好吧，明天看到昌都240多公里吧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晚安。